9月1日2013香港小姐决赛举行，陈凯琳、蔡思蔚、刘佩月分获冠亚季军，再次掀起一股港姐风潮。近日1988年当选港姐冠军，如今已有43岁的大美人李嘉欣参加某雕塑经典展览，她出动私家珍藏，25年后再拿起当年获选港姐时的权杖，戴上后冠大方拍照。虽然只是一身运动装扮亮相，但容颜和身材竟然同当年没太大分别，被网友称赞容颜未改，你是史上最美港姐，我的女神。嘉欣怎么可以做到25年无变化，真是相由心生。活动中李嘉欣笑着说，港姐后冠同权杖对我真的好有纪念价值，所以收得很隐蔽，好久没有拿出来，没有想到做扫描用到，拿着他们那种喜悦同激动的心情又不期涌现。当年读完书就去选港姐，港姐是我的第一份亦是唯一一份工作，所以很有压力。还说好想播放当年选港姐片段给孩子看，不知他会不会指着电视叫妈咪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